进。你找我？不要以为你有林泰莫做靠山，你就可以安稳的待在 MH。 只要是拖后腿的员工，我一样有办法让他离开。这个是科朗药业的资料，你写一份尽职调查报告，尽快交给我，不要让我催你。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可以顺便说。科朗药业是近几年医药制造业崛起的明星企业，他们现在应该也算是启动 IPO 呼声最高的企业了吧？记住，试用期的员工。 一旦失误满三次，试用期判定不合格，报告出错或是未完成，都算是一次失误。不会认真完成这份工作，证明我来 MH 并不是因为我是谁的人。为了再次打你的脸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你要知道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脸疼的同时，手也会疼。 你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？那个陆远，他要结婚了。离职是工作失误的结果，结婚是一对恋人共患难的开始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觉得你不近人情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，你要做的就是引以为戒。面试的时候你淘汰了我，而我再次出现在了 MH。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我和你就像是蚂蚁和车轮，你慢慢爬行，我滚滚向前。太好了，希望年初必行。尽职调查报告尽快写完，不要让我催你。好的，车轮先生，我会尽全力的。蚂蚁小姐。 我有种预感，你在 MH 待不过2周的时间，好好体验吧。你还是想把我赶出 MH？ 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，就你现在这种状态，估计2周都待不到，咱们走着瞧。我觉得我现在就像颗手雷，状态炸裂。 多么坚硬的绊脚石都挡不住！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有多可笑吗？把你说的话谱成曲，2周之后哭着唱给我听。做梦吧，车轮先生，祝你早日爆胎。老大，线人来报，将军在操场那收养一只流浪狗，每天都会去喂它。 这种小猫小狗，一旦养猪感情来，要是以后不见了，那还不得哭死过去？不行，我得防患于未然。旺财，旺财，我救你出来！旺财，你别怕！旺财，旺财，将军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躺在里面了。你别动，我来。 来，旺财，哎，慢点，哎，没事了，来，出来，走，来，啊，没事了啊，旺财，啊，没事了啊，好可怜，你的手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养了只狗，我就给它带了一个窝过来。 也真是的，这儿到处都是人，那边又容易积水，你养狗就不知道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吗？来，你以后自己小心一点，听见没？迟到了，来看看，哎呦 ，OK。 Where I start from and then hey if I could write a song for you so that the world would sing it too maybe
magnificent ring, the canaries too, or drawing one symphony. So baby, sing this little song I wrote for you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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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Though it's I do, Ray is I'm ready too, and me is just the right note for you. Oh baby, sing this love song I wrote for you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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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There's tea for two, honey and ice cream now. Don't go for your so sweet love, so beautiful. What's that?过来，看你调皮呢，开心吧？开不开心？